圣贤圣，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闻法诸福德，会令众生愿成佛。顶礼上师及护土尊德妙吉祥，彼此聪慧礼二丈，如是清净觉光明，以如实见所有异果。彼此精坛于心间，随与轮回狱中无名，诚按痛苦所逼迫，爱此众生有如独子，愿六世妙幻音，后生如来烦恼昏睡，业力铁锁皆解除，断无明暗斩除一切，痛苦更妙握宝剑。本来清净以根实力，功德圆满上首佛子身，十数十有十二庄严，尽我心安顶礼妙吉祥。奉阿拉巴扎那尼，俱非如意盛会之豪光，消尽我心愚痴之黑暗，通达佛意论点。持意取请恩赐，初会便成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亦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相行识，亦复如是。色亦子，世尊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空无色，无色相行识。有别人圣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须弥四周日月所庄严，妙香遍土花散之大地，观如佛土我乐尽供养，愿诸有情共享此净土。一当咕噜的拉弥扎那当尼亚拉亚美。那我们今天的对。那再来第二地的功德，二地功德听得到吗？听得到，不是太小。如其喜地诸功德，如是住于无垢地，当得功德各千足，于无菩萨得百千。啊，那如其喜地诸功德，就是当然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初地的功德，初地及喜地的功德讲好了。那再来，如是住于无垢地，无垢地就是二地的，二地本身是称它为就是无垢地，它是一个持戒波罗蜜多朝圣的地，所以呢它无垢地。对，它不仅仅是平时的行住坐卧禅而已，连我们梦中都它不会犯罪，对，连梦中都不会犯罪，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无垢地。无垢地的原因就是这个。那所以呢，当得功德各千足，他也当得到了，功德千足。就是说前面我们所讲的初地的时候，十二类功德，那这种十二类功德就是初地的时候摆
那个白见白佛的加持亦能持，这个是我们初地当下说的。那所以呢，二地的当下也是，就是十二种，类似初地所讲的十二种功德，那就是各有得到了，就是各千足，各就是十二种功德各有千足的的种类的功德。二地的时候，无余菩萨得百千。那你看剩下的二地的话，三四五六七地，对不对？那七地从这里到七地之间的每个地都有各有，所以呢不同的，所以它就是功德增加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对，那第一个是得百俱至千俱至，你看那三地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百俱至，四地的时候千俱至，五地的时候百千俱至量，六地的时候获得俱至，那有他，那有他就是一个范围的因，直接放在中文的。那所以呢，那有他的这个数量的话，我们就是没办法数的，知道吧？不管是什么样，机器也数不来了，数不出来。所以呢，这种的数目算无量无边嘛，我们平常讲的无量无边的。好，那再来百种千种诸功德，对，那反正就是这里，你看三地的时候得到了多少呢？百俱至，四地时候千俱至，那五地的时候百千俱至量，那七地的时候获得俱至，那有他，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他就是转移到上上道的时候，他的功德几千倍、几万倍，或者是举世界就一直增长了。这个肯定会的，不然的话，得到佛果的时候，具备了一切的功德，消除一切的障碍。这个是我们，所以呢，佛地就是这个嘛。远离一切的障碍，具备了一切的功德，对，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好，那百转千转诸功德，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一直不断的转移到上面的去说，它的功德就是转上，不断的就是增长。好，那再来。如极喜地菩萨所得十类功德，对，那当然是极喜地所得到的十类功德。十类功德你们上去就是早就可以找得到了，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十类功德各有一百，转入第二无垢地的时候，你看第二道第二地的时候，无垢地的时候，彼舍列功德，当得一千，其余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菩萨，如其次第，对，你看如其次第，则得百千，百俱至，千俱至，百千俱至，俱至那有他，百转千转，对，即。百千俱至，那有他十类功德也，对，就是这个十类功德，它基础，它这个上面就是还是一直不断的增加。那我们就是这种的数量是我们无法算的，反正就是我们了解这种的功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菩萨圣者他们有具备了多少的功德。不是每一个菩萨都一样的，比如说初地菩萨跟二地的菩萨的话，这两个之间有多少的差别，功德方面，那二地跟三地之间有多少的差别，那这样的我们就是相较不断的去思维的话，那菩萨就是他的真悟越来越高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功德
也是越来越大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思维就可以了。对，那当然是我们把佛菩萨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菩萨虽然是没有达到佛果，但是他们追求佛果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众生的这个阶层上面来讲的话，菩萨是地位最高的。对，就是这个，他往往超越身为多觉的阿罗汉修行者，就是这个。菩萨是一个，平常我们就是《大般若经》里面提到的，就是菩萨摩诃萨，大概就是修行专制止，人中的翘楚，大概就这个。那所以我们把菩萨他们，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样的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平常说就是，听力而极尽身心，极尽，涅槃极尽的极尽，听力而身心极尽，修力而烦恼少分，所以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修行者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吧，比如说不断的听，不断的思维的时候，就是让你的身心是越来越寂静，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你们之前也讲过了，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我们人的思想有点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还没有接触之前，我们是一个那个非常充满的一个希望，就是说我学了智不论点，我这个经学了这个经典之后，我就渲染那个恍然大悟的感觉。很多人有这种的想法，这是天真嘛，对不对？太天真了。所以我之前就讲过了，其实不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不学的话，学习跟不学之间比较起来的话，那就不学是比较不好的，知道吗？如果你不学的话，那你就是永远都是糟糕的，确实如此。那学习的话，某些程度上来讲，得到了一些的好处，这是肯定会的，知道吧？那所以呢，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听闻闻力也好，听力也好，而极尽身心，极尽身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未还没有去听法，或者我还没有去学佛之前，我们的身心是非常急躁的，知道吧？那情绪也是非常烦躁啊，或者挂碍也多，忧愁很多，心没办法宁静下来。拥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是内心有多少急躁或者是一个挂碍的时候，它影响到自己的身体，知道吧？身体就紧不起来了。其实这个有问那个有关心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几天菩萨在入法称在《释量论》第一品谈到的，就是说，人的身心二指的话，心是为主，由心来控制你自己的全身的系统嘛，知道吧？神经系统。他讲了一些的举例例子是什么呢？例子就是说，有些人认为是身体是由身体来控制自己的思想，这个不可能的。由心来控制自己是对的，知道吧？原因是什么？他讲一些道理。不论是谁，心情不好，心里有一些的负面的情绪产生的时候，立刻就影响到全身，这是很明显的嘛，对不对？不管是谁。情绪上有一点不平啊，或者是一个负面的情绪现象的话，马上就影响到自己的全身，这个就是法尘讲的。那身体不是一个控制自己神经系统或者是全身的一个道理是什么？他说，你看我们菩萨行者，他们有的时候满人家的愿，把自己的对器官就是见证别人，布施给别人，但是他身体会不会疼痛？肯定会疼痛，但是他内心的不会影响到你的心，
他内心的欢喜越来越增加的。这个是入行论，入中论当中也前面讲过嘛，布施波罗蜜多的时候我们讲过啊，就是这个菩萨行，就是这个他前面讲的布施波罗蜜多时刻。入中论当中也提到了，比如说菩萨埋人家的愿，他就是把自己的肉体就是布施给别人的时候，他就是不是说一次就是切割了一大块就是给人家，不是这个，一天所以一点点一点点这样一天一天累积下来，这样子割下来就是布施给人家，但是它不影响到你的内心，内心的欢喜心越来越增加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身体不能影响心的一个不着片的道理，就是这个。那我们反复众生的话是怎么样？容易影响的，知道吧？心气也是影响到身体，身体也是影响到心嘛，对不对？比如说身上的有得了疾病啊，或者才那个长了一些的疹子啊、肿瘤啊，这样子说，马上就影响到心气，哦，喜哀叫啊，对不对？心里就非常难过，很担心、恐惧。其实这个我们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修而少烦恼，修习的道，修习力而，所以呢，情绪上的烦恼越来越减少。我们要有这样子，知道吧？那你看我们身上得了，虽然希望每个人能够不要得这个，不要有发生在身上，就是不要在那个发生那个疾病发生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办法。但一旦你得了话，不用担心了，知道吧？确实不用担心。那你以为说我是反复理所当然的话，那就你担心啊，担心下去有什么用啊，知道吧？所以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利用佛法的教学，知道吧？佛法上怎么讲的我们怎么用，但是我们道理上来讲的话，怎么去思维人生无常，知道吧？你现在得了一些疾病，那有些人说以为今天没有得疾病嘛，谁先走你知道吧？不一定啊，知道吧？有些老人家就是每次都即将要快走快走，这个时刻就是黑发人就走了好几个人，知道吧？这个我们生活的社会的现象就是这个。其实这个也不重要，我们重要的要了解的是什么？我们是学佛者，是修者，知道吗？能不能有生之年达到了成佛，另外一回事。能不能得到解脱果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学到的佛法的知识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吧？比如说你得了一些疾病的话，所以内心就像是欢喜的态度来去面对，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嘛，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外在的物质的话，一开始生，再来就是长大，终于就枯萎了，知道吧？那是我们的生命也好，我们的身体不例外嘛，知道吧？这是我们每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一直不断的串行思维，知道吧？一点点身体不舒服或者身上有起了产生了一种疾病的时候，不必要担心，知道吧？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治疗是应该的。那个时候不要说业障病，不要去看没有用，这个是太笨了，知道吧？所以呢，真正的我们在居舍论当中讲的一些的道理，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他这里面讲到的就是结果有一熟果、一熟果、一熟果，往行所累积业力导致所产生的一熟果跟。依靠着临时的、暂时的因素导致所产生的结果有两个，分两个，知道吧？比如说他在这当中所提到的，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身上你的全身上下都是遍及了一熟果，
这个一熟过你也肉眼看不到的。现在我们肉眼看到的，你的一熟果，肉眼看到的，你的身体肥肉比较多吧，对不对？对，这种肥肉多的，就是绝对不是一个一熟果的。他说这个是临时暂时依靠因缘饮食，所以呢所累积的一个就是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我平时就是当然是我全部都就是研究了，但是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这种的说法，知道吧？他讲道理，一些的道理，说一熟果绝对不可能用刀子来切的，一熟果，对，就是这个。那你看我们平常用刀子来切割的，可以切割的那种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部分都是，它不是一个全部都是属于是一熟果，它是一个临时依靠临时的因缘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大概就是他们有那种的频率，所以说法就是觉得很有趣的，知道吧？那所以我们一般人的话怎么样，全部都是推到业力，知道吧？真的是业力是好可怜啊，知道吗？他们说世界上这个人类是最不公平的，他自己不信都是推卸给我。他们应该是会想的话，肯定会想啊，你们不信的世界为什么强加在我的身上啊，知道吧？就是这个。所以之前也是我给讲过了，轮回当中一切的结果我们推卸责任给业力的话，那就有一点逻辑上说不通的，知道吧？佛教是缘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所有一切都是推卸给那个强加在这个业力上的话，这是不大适合的，就是这个。所以呢心身心一定要寂静，确实这样必须要寂静，那这样都很好的。对，那寂静的主要的因素是一个不要太在意，知道吧？为什么你们一起都是错了？好，那所以呢这种的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直不断的听闻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放在心里用这种的道理来，所以呢调伏自己的情绪，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心就是身心就自然就寂静了，慢慢慢慢就会慢下来，所以呢所到之处确实是情绪是比较平稳的，比较宁静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拥有现在这样的能做到的话，这个上面修了，那到此地是非常适合的，非常适合的。那你看现在我们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波动太大了，还是叽叽叽叫太多了，小题大做的意识就作意是非常大的。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说修菩提心跟控制界大悲心真的有点，知道吧？在沙漠里盖大楼一样的，所以今天盖明天就垮下来的，知道吧？所以地基不好嘛。所以呢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告诉自己，我活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活多年还是我一定要掌握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牢牢的把握那个在自己手心里好好过生活，知道吧？那所以拥有这样的一个诺言的话，那某些程度上来讲对自己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从早上就说我是一个学佛者，我是实修者，我不要在意多了，知道吧？把所有所看到的那些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尽量当作一个自己的亲人。如果你不能转化成亲友的话，哎，这个都是一个该要的是一样的，不应该要的是一样，都是一致的，都是我就是不可以不同的不平等的看法，这是我不对的。那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的话，那在这个闹事当中也好，五浊恶世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得益于很多的愉快的事情，知道吧？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嘛。那学了很多这么高大之上的佛法，情绪是一模一样的，一点没有改变的话，那就是有点可惜吧，知道吧？就是这样。好，那如果这种的精神和知识放在心里，你不断的发挥的话，肯定会有得到心安理得的效果，能力是存在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好去发挥，嗯，好。那再来第三地吧，嗯，哦，这个解释，如即喜地菩萨所得十二类的功德，各有一百，对，转入恶地五垢地时，彼十二类功德。当得一千，你看二地的时候当得了一千，其余三地剩下的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菩萨，如七次地，对，则得百千，那再来百千百俱至，那百千百俱至，千俱至，你看，它是就是完全是，对。到七地之间，他的功德就越来越增加。那再来百千俱至，那七地的时候，俱至那有他百种、千种，就是这个。即百千俱至那有他十二类功德也。你看，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怎么去数，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没有问题，我们就知道，大概就知道。菩萨圣者初地的时候得到了什么功德，二地是什么得到了多少，大概就是这样的了解就可以了，知道吧？以后你自己入这个地的时候才知道。对，对，好，那再来，八地以上所得到的功德计算俱穷。当以为成而数，你看，那八地以上的话，确实是，那我们没办法这样的几千句这什么什么来，没办法就讲的。那这里讲说，住不动地无分别。你看住不动地，住不动地就是八地是不动地，这是一个八地的名称，对不对？不动地，无分别。但是这个无分别就是说没有烦恼的地，就是这个分别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分别跟无分别，这个无分别就是没有烦恼的意思，对，八地以上没有烦恼，对，七地菩萨得到八地同时彻底断除一切的烦恼，那八地的当下没有烦恼，他跟烦恼缘已经离开了，对，这个是中观云彩派的主张。如果有些论点也好，你看到一些实地菩萨还具足了具有烦恼的这种的说法的话，它是一个也许为是中观秩序派他们的主张，知道吧？所以呢，中观秩序派的主张是大乘行者断除所知障跟烦恼障是同时的，同时断的。那因尘派不一样，因尘派就是七地以下努力去为了断除烦恼而修，彻底断除三界的烦恼，同时得到了八地，得到八地的当下，那就是从再开始为了断除所知障碍去修的，所知障是成佛的障碍，所以呢为了断除所知障碍去修，他一直强烈的追求佛果，达到了八地的时候，他离佛地很远很近嘛，当然是他自己知道啊，对，怎么去追求。好，那住不动地，
那不动地是他的地的名称，无分别就是没有烦恼，对，没有烦恼。那八地菩萨正得量得百千转，那你看八地菩萨所证的得到的量等百千转，三千大千佛世界，你看三千的大千的世界即为成数诸功德，那这是不得了啊，对不对？那刚才我们念的就是他数字来就是告诉我们，那八地的时候无分别地，没有烦恼的地，当下八地以上的菩萨的话，他的功德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即为成数。你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围城，这个地就磨分成那多少围城多少，那就无法想象吧，对不对？那三千大千世界的话，那就三千大千世界的围城的话，那就无法想象的。那所以呢，他就是类似得到了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即为成数来描述，就是这个意思。对，诸功德就是这个意思。那再来，住八地不动地菩萨于入极法都人极，哦对对，于人极法都无实执分别。你看无实执分别是呢我执的意思，对，比如说人我执跟法我执两个都没有了，所以呢无分别。那恶我执不存在的话，何况是其他的烦恼？原因是什么？三界烦恼的根源主要的就是一个恶我执嘛。那如果这个八地无我执的话，恶我执的话，那其他烦恼都是更不用说了，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证得百千三千大千世界即为成数舌类功德。那舌类功德是前面讲的初地的时候他能白那个见白尊啊，什么时候得到佛的加持啊，这一类的舌功德，那就是这个舌类功德不同的增加。对，到了八地的时候，那就是他的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得到了为成数的成数的功德，那这个是不可思量的，知道吧？就是这个。好，那再来九地，菩萨住于上会地，上会地就是九地的名称，另外一个名字，对，九地上会地。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是要了解比较好，这个是一个在经当中佛经当中提到的十地的名字。比如说第一个是极喜地，一听到极喜地的时候初地，二地是无垢地，三地是发光地，四地业会地，四地四地，对对对，那圣地，六地是现前地，对，七地远行地，八地不动地，九地十地，对，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时候都有一个意思存在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极喜地，初地就是我们极喜地嘛。为什么佛经当中初地是一个极喜地？那我们就是初地跟初地菩萨是一定要分开嘛，知道吧？初地菩萨他相续具有的这个道次地，所以呢叫做一个见道初地。初地就是地，就是他相续具有的道，知道吧？比如说我们自己相续具有的道自己去修，修是自己相续具有的道吧，不可能说别人具有的道我就 拿出来我修，这不合理嘛，知道吧？平常我们叫做那个大悲心，具有大悲心者是两回事嘛，
一样的，初地的时候，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道，那他相续具有的道多少？我先举个例子，你们就是分开分析一下，推理一下，这样知道。这样的话，你的开启你的知门，所以呢，你道次的认知越来越增加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现在我们反复的当下，一个人相续有具足多少的负面的情绪和正面的情绪，多的多了，对不对？你看正面也有，负面也有，两个都有，知道吗？我们用的时候也是以两个都就可以用的，但是我们负面的情绪用的比较多的，所以呢，引申出来的麻烦是比较多的，知道吧？那你看菩萨他们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菩萨见道为什么称大为极喜地呢？好，这是我跟他们大家讲一下。我们终生无始有终，平常我们讲的，当然是有些人是无始无终，大家知道吧？我比较喜欢讲无始有终，知道吧？有些人是无始无终，对，没有开始，没有结尾，对，就是这个。我讲说无始有终，一定有结尾了，知道吧？穷尽一切三界烦恼，穷尽的时刻。一切的障碍穷尽的时刻，这种穷尽的时刻存在的话，结尾是存在的，知道吧？那所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你看终身无始以来一直下来的时候，那你看轮回当中我们反复的众生的话更不用说，一直就是充满了烦恼，负面的情绪也比较强，压覆他的历练也不大，比较薄弱的，那往往是我们自己的追求快乐的权利都是交给负面的情绪，那由负面情绪来管你的时候，那就生活是没有什么快乐啊，就是这个吧，说话的话没有那么快乐吧，知道吧？好，那你看我们修，开始修，举例来讲，一切众生的平等舍，那开始你就是修，那一切众生平等舍修得好，那就开启修了大悲心，大悲心修得也不错，很好，那再来修菩提心，那菩提心之后再来修空这一界，我们就是类似这样子，知道吧？修空这一界就是先争取空这一界，有了空这一界，那就是空这一界于那大悲心菩提心双管齐下，就是不断的两个就是双遇。那再来入菩萨道，菩萨道就是一个还是知菩萨知两道嘛，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介绍的，到了我们知两道的时候一上没有讲的，知道吧？那知两道下中三品，对，下中三三品，它逐渐的下品中品上品的时候，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功德多少的差别。那初地菩萨上上品，上品的时候他入地当中，这个入就是圆空性的三摩地，他转移到加行道的时候，一开始得到的加行道就是暖加行，暖比如说加行道有四个，暖顶人四地一法，说加行道有四个，那开始进入到暖加行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圆空性的直观双运的三摩地。你看初地啊，这两道上品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圆空性的直观双运的三摩地，他只有圆空性的安止，没有圣光。他什么时候得到圆空性的直观双运的三摩地？什么时候得到加行道？这两个同时的，知道吧？那你看进入了菩萨加行道，他虽然得到了圆空性的直观双运的三摩地，但是这个直观双运的三摩地是属于是分别的，还没有得到无分别，知道吧？那你看分别无分别的差别，那需要很多时间来解释的，如果你没有学过心类学的话，那就很难了解了，知道吧？但是没有问题啊，我们下次那个学设类学的时候
就可以学到了，知道吧？分别跟无分别的差别。那你看我们众生的当下，了解维系的无常也好，空性也好，这些都是了解他的心都是分别的。我们没办法无分别心来现证空性跟维系的无常，没有，反复没有这种能力的。那你看现证由无分别心来通达四谛是流形象等等的人是谁？最起码是圣者以上，生我独觉的见道者以上，菩萨的话，菩萨初地菩萨以上，才可以无分别心来通达空性，通达维系的无常。好，那你看江西道的时候，既然你已经得到了原空性的直观双运的三摩地，但是这个还是错乱的，这个心识还是错乱的，因为它是一个分别之故，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那什么时候它变成现证呢？无分别呢？得到了见到同时原直观双运的三摩地也好，通达空性的智也好，它变成为无分别，通达空性的无分别，知道吧？那所以呢，原空性的直观双运的等智根本定智也变成无分别。那你看这样的就是算起来，看起来的话，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见到一相的出来没有现证空性过了，知道吧？都是分别的角度来去理解，无分别角度去理解空性是没有的。开始记住见到，与此同时他现证空性的时候，无分别的心来通达空性的时候，他心里引申出来出来没有灵受过的欢喜的心，这什么时候得到？见到的初地的时候开始得到的。所以呢，从来没有拥有过的，现在开始得到了这样的极，就是非常非常的从来没有灵受过的非常好的一个欢喜的心产生的那一刻，这种的开头的道叫做极喜地。你看极喜地，欢喜，超级好欢喜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一善轮回过程，无始来到现在，到这个刹那之前，出来没有心证空性过了。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那突然就是他心证空性的那一刻，那引申出来极大的欢喜，当下极大的欢喜开头的道，所以呢，他称之为极喜地。那后面修道也好，刚才讲的二地也好，三地到十地之间的话，他就是比初地更厉害的话，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开头的道，知道吧？内心欢喜开头的道，开始的道不是，所以呢，他没有称他为不称他为就是极喜。极喜地是属于是见道，就是这个意思，极喜地大概就是这个。好，那你看第九地上会地，其实这个也有道理的。八地的当下，它远离一切的烦恼，知道吧？那八地的当下，它远离一切的三界的烦恼，它转入到九地的那一刻，那它的智慧就是完全超越了八地以下的智慧嘛，对不对？所以呢，可以说上会地。那再来，菩萨住于上会地，证得千数诸功德，当然是我们转入也可以，转移也可以。八地转移到九地，八地转入到九地的那一刻，所以呢，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智慧道就是叫做上会地。对，那个时候证得千所诸功德，他竟然他已经得到了
前面所说的这些的功德更不用说，已经得到了千手功诸功德，量得百万阿僧祇。你看，那阿僧祇劫或者是阿僧祇，阿僧祇这个的碰一字了，阿僧祇，对，三大阿僧祇劫的祇，对。那你看，他得到了三大阿僧祇劫的那个功德，好。百万阿僧祇，那百万阿僧祇就是，那就没办法，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想象得到，现在我们想象不到的，知道吧？其实你们，我们应该是一般人没有这种习惯。我跟你们讲一些道理，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观察一下，知道吧？你学习的过程有无进步，你感受不到的，知道吧？平常我们就是一般人，大部分人感受不到我有进步，知道吧？那我们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的形容词来讲，还有开启之门啊，还有就是明灯啊，类似这样的，就是观照什么什么，讲了很多。你看我们的眼睛中间就是他所看到的对镜。比如说你举例来讲，九块布包围了一个东西，九块布，知道吧？九块布包围了一个东西放在那里，那你就是九块布包围了东西，你眼睛没办法看到的，那是解散了一块，还有八块嘛，一模一样的。虽然你的中间了解对镜之间的障碍是少了一块，但是还是有八个，就是还是看不到的。那第二层就是拿出来，还有七步嘛，七块步。那以我们眼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逻辑上来讲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你了解对镜跟你的眼视之间的障碍是少了两块步，我们这个中间的少了多少你感觉不到的，知道吧？其实学习比较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往内去观察的时候，就像比以前没有学过学的东西，现在的情绪一样的感觉，知道吧？其实没有，我们不知道你进步的速度，我们平常自己的生命变化一样的，生命变化比较微细的。永远都是变化，但是你太维系了，所以感受不到的。同样的，你不断的学习的过程，每一天有进步了，但是这个进步的速度不快，你感受不到的，知道吧？就是这个。那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时候观察一下，比如说自己好朋友也好，自己的家人也好，出来没有学过这些佛法的人，所以呢跟他们交流一下世间的概念，佛法上的一些的逻辑跟哲学，讨论一下就知道了，啊，自己是确实是进步很多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不可以产生傲慢的，知道吗？骄傲是不行的，你看到自己进步的时候不要骄傲，一定要欢喜自己，赞叹自己就好了，知道吧？那有些人就不但没有产生欢喜心，反而是产生了骄傲啊！你看我多了不起，我学的多厉害，我就知道吧，胜过于他们。类似这种心态的话，这个不好的，这是变成骄傲了。那所以呢，很好，确实我学没有学有差别的，知道吧？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那所以呢，刚才一模一样的，我刚才前面讲的学习的过程一定要观察一下。对不对？比较熟悉的跟比较熟悉的跟自己的家人或者这种讨论商量，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好，那就是这个。那这个时候你看，大千世界围城术，那刚才前面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即为成受功德，知道吧？
那再来讲这里，三大阿赖耶期间，大千世界为成数，得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功德。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比如说三大阿赖耶期间，我们显宗的角度来解释的话，成佛必须要累积的三大阿赖耶期间质量的，知道吧？时间的一个累积到这样的三大阿赖耶期间质量而成佛。那三大阿赖耶期间质量是什么时候开始到哪里？那大乘的到此地来讲的话，初地到质量到初地之间，三大阿赖耶期间质量当中的第一大，对阿赖耶期间，第二大就是阿赖耶期间的话，初地到七地，那八地到十地，第三阿赖耶期间，那累积到三大阿赖耶期间才能成佛嘛？那累积阿赖耶期间的时间是从哪里到哪里？比如说这两道见道之间，第一大阿赖耶期间必须要累积第一大阿赖耶期间的质量，初地到七地之间必须要累积第二大三大阿赖耶期间阿赖耶期间的质量，那八地到十地之间第三大阿赖耶期间质量要累积的，这样的三大阿赖耶期间累积了之后，满了之后，那就是仅能成佛了，知道吧？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就是平常我们修行的过程道路上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次第的观念要有，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好，菩萨住于第九地上会地，好，正得如前所说舍类功德，量得百万阿赖耶期间三千大千世界即为成数。对，就是这个。好，那再来，却说以次第十地说的一切诸功德，量得超过原所计，非言说尽为成数。那你看越来越有微细吧，知道吧？那这里面讲说，而且说于此地十地，当下的那个第十地，听不到吗？直播没有声音，他们反应过。啊？哦？那却说于此地十地说的一切诸功德，量得超过原说尽，非言说尽为成数。对，那在这当中所提到的就是说，而且说于此地十地的当下，那我们就是九地转入转道转移到就是实地的那一刻所得到的一切的功德，这个功德量得超过缘所尽。你看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所说的对境，大概就超过超越于那，所以呢我们无法可说的，这个叫做我们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想不可想。平常我们经里面佛经当中出现了很多这种句子吧，他的意思说虽然有，但是我们没办法言语来形容的，这是肯定会啊。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这个地球，知道吧？我们不要想其他的地球，这个地球，南瞻部洲或者是这个地球，地球你就是去哲学的角度来去内心去分析一下。这个地球磨成粉，知道吧？其实这个一粒一粒一微尘所构成的嘛。那个地球在空中上千大千世界的空中分散起来，你看一粒微尘，如果就是磨成粉，假如说这样的话，它的数量多少？其实不可说啊，无法
对不对？除了佛之外，谁也无法了解的这个种数，大概就这个。如果佛知道，也是没办法告诉众生。原因什么？众生的脑子里面没有这个数的概念，知道吗？那所以呢，这个是不可说，不可说。那你看，我们平常也许听到的说，哎，这个是乱讲，不可说，怎么可能有？也许会说了。其实有，我简单来讲，刚才讲的，不要说其他的，南瞻部洲、犀牛后洲、白居留洲、小洲，知道吧？所以我们简单来讲，这个地球就是磨成粉，这样的一粒一粒的算起来的话，那就你确实不可说嘛，谁说得出来？不要说这个地球，阳明山这个一座山磨成粉这样的一个围成维系的围成数起来的话，你就不可说的吧？没办法的。那这个是围成存不存在？当然存在啊，对不对？对，就是这个事。他说超越、超过元首境的意思说，它不是一个完全超越的，就是于又于言于来，就是秒。就是表达的，它超越这种所说尽，就是这个非言受尽微尘数。那你看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量，就是这个意思。于此地实地中所得到如前所说至十二列功德量，得超过元首尽，非也说尽，哦，即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那即为陈述的陈述也。那你看前面我们讲的八地九地的时候，它就三界大千世界，就是陈述来讲的。那在这当中所提到的，就是说佛刹那刹那即为陈述，那佛刹就是净土嘛。那无数的佛的净土，它就是我们概念当中分散，就是微尘的数目多少，这种的尘数得到了这样的尘数，尘那个微尘尘数的功德，那就太多了，就是这个。好，那再来，这里讲的就是言。切说说者，那这个经诵当中有切说于此地实地，这个切他解释的，而且的切，经诵当中切说于此的实地，这个切，切说者，切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为实地菩萨之功德，犹不止如此所说者，你看。那切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只是这样，还有很多实地的功德。对，就是这个意思。这故下为各数诸余功德。那所以呢，它的功德还有很多，就下文就是可以描述。好，那下为描述的时候，那你看这阶段，一一磨苦艰难现，无量诸佛与菩萨，如是刹那刹那清，亦现天人阿修罗，就是这个。那你看达到了实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他除了前面所讲的这些的功德之外，他有什么样的？还有其他的功德，有能量、能力。一一毛孔现那个见现能现，一一毛孔，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有多少的毛孔，无数的吧，对不对？那所以类似实地菩萨他自己一一毛孔都能现，就是实现的意思，示现、现、示现、开示的示、示现。示现什么？示现就是无量诸佛与菩萨。你看达到了实地的时候，他一一毛孔能示现无量的诸佛菩萨，他就是有这种能力。
好，如是刹那刹那期，对，就如此这样的刹那刹那期，就是他一下子就是很短的时间，刹那刹那期，也是现能现天人阿修罗。你看，他需要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例来讲，这个是就是这个意思。平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习象，比如说我们是人类嘛，知道吧？我是登地菩萨或者实地菩萨的话，我愿意度你，我愿意就是帮助你。这样的话，他一定是我们人的形象来度我们，知道吧？他天人的形象来度我们不可能的。也许他本尊的形象来度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全部都吓坏了，对不对？七面獠牙，咬牙切齿啊！人家就摩根菩萨的化身是污秽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是度什么样的众生，他就化换成那样子的一个众生的形象来度的，这样比较适合的。比如说，我们人类想要度鸟类的话，应该化换成鸟类才可以的。那类似我们想要度阿修罗的话，我也是幻化成阿修罗形象才可以入相随俗嘛，对不对？比较像，所以呢容易度他。所以呢，他视线阿修罗跟还有天人的原因就是这个，不然的话他视线了这么多干嘛，知道吧？对，他想要帮助众生，想要度众生的时候，你所度化的对境是什么样的形象，他有能视线化换成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度他人，就是这个。哦，所以呢，他就是一毛口，一个身，那个身上有多少的毛孔，每个毛孔都能视线的无量的诸佛菩萨，都就是这个。这个也是刹那刹那期，刹那期就是马上就能做到的。起这个加了一个刹那起的话，就像是立刻，我们平常讲立刻嘛。有的时候起刻，对起刻；有的时候立刻，起刻就是刹那刹那起的话，它就是立刻，马上就能够实现。好，一些天人阿修罗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是这个都是一个他的功德嘛，非常了不起的功德。好，又此菩萨能无分别视线化身，你看，能无分别视线化身，那大人是他是没有烦恼，没有颠倒的事，他能视线化身，对，能视线化身，化身是就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对，能化身。他所视线的化身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化身？但是他就能视线化身，就是比较类似化身的那样，知道吧？其实度众生的能力，或者是一个他的那个佛学事业上来讲的话。在佛经当中记载说，实地菩萨他的佛那个佛习事业就是比较佛的那个佛习事业是比较相似的，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但是全面性一样吗？不一样的，还是不如佛的事业。那所以呢，他就是能实现化身。他前面加了一个视线化身的原因是什么呢？视线加了视线的时候，它不是真的，就像是我们就表演的意思。那视线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视线是说的意思，第二个视线是说，就像是我们舞蹈表演给你看，类似这种就是视线。一个是就是我视线，就是我告诉你说。
这个也是实现，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例来讲，释迦牟尼佛舍相成道，舍相行仪嘛，这个是我们平常前面加了示现舍相成道。为什么加示现呢？对，他只是化换成这样的形象，别人看给我们看，不然的话本来就是他早就已经成佛了。他一段时间当多算田的天子，知道吧？看到五种主要性，他降临到人间来，知道吧？那所以呢，他看到众生现在刚好就是一个调伏的时刻，知道吧？看到适合的母亲，知道吧？所以呢，等等这样的时间各方面处所都五种的主要系来，他就降临到人间嘛。那本来就是他待在东算天的天子的时候，他已经是成佛了，知道吧？他但是他们为了百年人寿吧，知道吧？五洲二世的众生，他想要动化他来到人间。那所以呢，他想要动化我们的时候，就实现了跟人的形象。你看，实现了人的形象，知道吧？就是这样。其实这个不难吧，对不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都是一个安止跟三摩地的力量，知道吧？神通广大，平常我们讲的神通神变，这些都是一个三摩地跟安止的力量嘛。对，那视线你看难不难？我跟你们讲啊，魔术师不变出来戏法，他如所那个展现出来的那个视线出来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你们就是不承认吧，对不对？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不承认，这不是真的，知道吧？那有些人，我也遇过了，一些人说，哎，葛西兰应该是他们，这个是真的，哎，他们速度很快，所以呢，我们让我们的演示错了。他速度很快，让我们也是错了话，你的错觉的话，那就不是真的，知道吧？所以这个正确就是这个嘛，他不是一个速度很快的原因，绝对不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诀窍，知道吧？举例来讲，街上，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街上一个人，他在空中，知道吧？吹那个笛子，所以呢，所有的人围绕着到看街上，白天，下面去这样的，哎，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停在空中呢？知道吧？其实我也看过很多，这个是速度快、速度慢，没有这种的因素吧？那你为什么这样的显现出来？知道吧？其实魔术事业某些程度上来讲，就超越我们的想象了，一般人的想象，他有一些的魔族的能力嘛，知道吧？他也可以实现很多的这样的，对吧？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就能做到的一些的能力存在。那你看实地菩萨更不用说啊，我们一听到之后，也许不可思议的感觉，也许可能会这么想，但是绝对这些都是毫不犹豫的。这些说的人自己已经经过了这个地，知道吧？谁说的？世尊讲的。释迦牟尼佛他就是经过了实地成佛，成佛之后再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呢，这个是毫不犹豫的。你达到实地或者是登地菩萨的时候，肯定有某些程度上来讲有这种的能力嘛，知道吧？啊，就是这个。所以能分别，能无分别，视线化身。这个视线的意思，我们用的地方，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视线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发现，那个描述出来，那个表演出来，所以呢，给让大家看到的，这种就是叫做一个视线。第二个视线就是说法，视线意思有两个。那你看释迦牟尼佛舍相实现舍相成道的原因是什么？他第一个是一开始入胎生下来
知道吧？童子儿童的当下，这玩游戏啊，知道吧？那再来就是，出家。再来就是结婚，再来出家，再来成佛，转法轮，涅槃寂静。这个过程它实现的都是一个，你看前面讲实现。我们一般的显现就是一般人而已啊，释迦牟尼佛做事的当时就像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街上的这些的人一样的，其实他不是我们一般人，但是他实现了一般人的形象来度我们。如果他是实现了天人的形象来的话，那就我们就度不了了，我们也看不到的，不能看到的，知道吧？那如果其他的畜生众生的形象来的视线化换成其他的一个本尊相貌的话，那就我们大家都就吓死了，知道吧？就像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叶公好龙的故事一样的，知道吧？叶公好龙，知道吧？听说过吗？叶公好龙，叶公是一个人的名字。对，他平常就是跟人家说，我比较喜欢，最喜欢是龙。他自己做事里面到处都画贴很多的都是龙的，知道吧？那总有一天龙真的来了，知道吧？龙就是龙头在自己窗户上靠近进来的时候，他就吓跑了，吓死人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不要跑，你最喜欢的就已经来了，知道吗？所以呢，有一点，第一方面就是讲有点表里不一，意思就是表里不一，你心里想的、嘴巴讲的不一样。你应该是喜欢龙的话，龙来的时候，那你更欢喜啊。你为什么吓跑呢？知道吧？就是这个。那所以我刚才前面讲的，也许我们平常看到的就是汉传也好，藏传也好，比如说我们汉传的话，准体佛母啊，这些都是有这么多的手。那藏传的前手前眼观意啊，知道吧？有各种各样的本尊，各种的本尊都有。这些都是奇怪，为什么视线这样的呢？也许会。但是我们的那个脑子打开的没有那么厉害了，知道吧？你不要就是只有针对自己人类的立场来去想，佛菩萨就是度一切众生，不是只度人而已啊，知道吧？他度化一切众生的话，他刚才讲的实现了一切众生的形象来，知道吧？对啊，这个是一个相关专业论的释论当中也提到了，实地菩萨化换成鹿，知道吧？鹿动物啊，超速动物鹿，对，有的时候他化换成鹿，有的时候他就是实现了桥梁，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众生需要？众生需要的时候，他就实现了，大概就这个意思。那我们的思想都是只有人去这个范围内去一直想，这个是想的，你的想的思想太狭窄嘛。那佛众那个调伏众生是只有人类吗？佛度化众生是只有人类吗？为了人类而实现吗？不是吧？度一切众生而来的。所以呢，你看千手千眼观意啊，准提佛母啊，这些都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手，这么多的脚？也许有一些众生有很多脚，对不对？就像螃蟹一样的，知道吧？好，不是螃蟹了，螃蟹没有什么很多脚。那个，这个我，对对，公蜈也好，还有那个，蜘蛛也有，还有那个。等一下，我想大闸蟹，大闸蟹有很多个脚，对，有。
好的，这个是我们中间讲讲而已啊。对，其实这个我们打开自己的思想，知道吧？不要那么的思想，不要那么狭窄。其实学佛就是以你看，我们接着要学的这个《释量论》开头讲什么？他讲离路换药，离路换药，离就是道理，路就是思路，思想的路，换药，换药就是药匙，药师嘛，平常我们讲药师，对，药师，那应该的话，它就是药匙，对，古代的话应该是真正标准的话，药匙，不是药师，对，那就是慢慢变化了。那所以这个是钥匙是怎么用的，对，它就打开我们的脑智慧，你的思路就是打开了，大概就是这个嘛。其实一样的，我刚才前面讲的，平常我们度众生啊，或者是修大悲心菩提心的时候，不要这个它的所缘局限在一个人类上，这样的就是太小，范围太小了。我们就是一定要一刹那起就想一切众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想就可以想啊，没有问题，知道吧？希望一切众生成佛离苦得乐，大概就这样想就可以了。好，那再来这里，刹那刹那能个别示现无量诸佛菩萨，各由无量诸佛菩萨而为眷属。那你看他这个里面讲的，达到了十地菩萨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一一毛孔里面能示现了无量的佛或者无量的菩萨，每一个佛的眷属有无量的菩萨或者是一个其他的生物独居的阿罗汉都可以能实现的。先我们实现了一个尊，知道吧，足他的眷属又实现了无数的菩萨，他一个毛孔当中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没有眷属的话，也是这个佛也是好可怜吧，对不对？对啊，一定有他的很多的眷属才对啊。所以呢，他就是能实现一尊佛，再来实现了无数的他的眷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如是一一刹那起，亦能于一一毛孔实现其余天人阿修罗等。你看，不想杂乱。那这里讲不想杂乱的，不想杂乱的，不想杂乱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能实现阿罗汉的话，阿修罗的话，完整的就阿修罗，我不会说也一边看起来阿修罗一边看起来人类，不是这样子，杂无杂就是这个知道吧？现在五浊恶世出生的那个出生里面有一些的就是真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头是猪，身体是还有另外一个，然后身体是鱼，粥是又另外一个，哦，头是另外一个，类似这种的杂，这个杂就很杂，就是这个，知道吧？那你看，相不相杂乱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他实现了阿修罗的话，完整的阿修罗；他能实现人类的话，完整的人类，这两个不会很杂在一起的。这个也是一个能力嘛，知道吧？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能力，不相杂乱。那在敬诵当中，意知，对，意是什么呢？这个意知的意义是什么呢？意知是未说者，你看含摄的未说者，还没有说到的那些都是涉及到意的这个内容的。为因以地势，那地势天王梵天，对，梵王梵天，还有护世人王身为独觉如来等身
哦，教化之友情，你看，这些都是刚才前面讲的，就能实现了他的眷属，就转法轮、教导等等，即能生育实现第十的生而说为法，哦，说法为说法，广如十地经说应当了之。如果你这些的菩萨的化现、示现，这些都是菩萨的。如果你关于这个部分想要了解的话，《十地经》去看就知道了，《十地经》里面有无数的，讲了很多，就是这个。好。那再来，讲一下啊。那再来果地，果地是可以的。果地是我们。那再来汝净虚空月光照，好生实力地复勤习，与色界定正敬畏，众德究竟无余等。好，那这里讲到的就是一个比喻来，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如净虚空，这个加了净虚空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蓝天白云的时候，我们蓝天的时候，秋天，但是你空中是灰尘比较少，当然是比较清净嘛，对不对？好，当时太阳出来的时候，它的光线是非常强的，知道吧？所以呢，观照汝有吗？汝净，对，汝净就是汝净虚空。你看，净虚空就是清净的虚空。哦，没有电。休息一下啊，这个哦，会剪掉。对，休息一下。那刚才的偈颂的话，汝净虚空月光照，生实力定复勤习。那第一个是比喻，比如说我们秋天，天空是非常干净的，非常清净的，当时月光非常的明亮，这个照射到众生。比如说我们世间人的话，晚上那个月光是比较清净的话，照射到我们这个地球，所以呢，消除了黑暗，就是这个意思嘛。这个比喻。那生实力的意思是什么呢？十地菩萨，他有达到了实力，对，他有具备了实力嘛。那生实力地复清醒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十地菩萨他自己看到即将成佛，看到就是这个生实力，我这个生实力是佛的不共实力，是具有佛的不共实力。那他看到了佛的实力即将可以得到知道的时候，复清醒，复清醒就是再加以，这是一个速度，他的比以前更猛烈的，就是清净去修行，清修就是非常认真的去修。原因什么？他知道他即将成佛了，即将得到了实力，这样的一个看到的时候，他更加的去修行，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讲与色界定正敬畏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色界，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三界当中的色界，这个色界就是密严净土，密严净土，对。
于色界定正敬畏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有就是一个密法跟波罗蜜城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波罗蜜城的话，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显宗嘛，只是我们站在就是纯粹的显宗的立场来去看的话，开始成佛的所因是灭尽头的所因，知道吧？比如说我们欲界这个所因，所依就是这个基础上不能成佛的，我们一定要达到了投生，变成为灭尽头的菩萨。这种灭尽头的菩萨的手印上，才能成佛的，就是这个意思。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不同的地方看。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释迦牟尼佛实现了人的形象嘛，知道吧？他就是我们平常一般人讲说，金刚这那个这个菩提迦耶大受相，他就是。实现成佛，知道吧？其实这个菩提树下实现成佛，这个持成佛地，他心成佛的话，那就是般若城，或者是一个那个显宗的立场来讲的话，不对的，知道吧？比如说，纯粹的显宗的立场，刚开始成佛的这个首因就是身体。一定要灭尽头天人的一个声音，这个上面才可以成佛的。对，差别就是这个。那密法就是修密法的话，那我们人的手艺上就能成佛。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对，我们站在一个金刚密乘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的这个是五蕴当中。就可以成佛。那我们真正的一个无部大论或者显宗的角度来看的话，刚开始成佛的，所以一定要灭尽头的身体。所以呢，这个里面提到就是欲色界，你看，欲色界定正即位，先我们得到了一个色究极天，知道吧？有的时候色究极天。但是色究极天，我们不是一个是欲界的天，33天当中也有一个色究极天，这不是这个。这个讲的就是最正确的，就是灭尽头就可以了。灭尽头是圆满报身安住的处所，知道吧？圆满报身，他的周围的所有的眷属，他的血身信徒都是。初地菩萨以上的登地菩萨，知道吧？没有身为独觉的行者，没有菩萨凡夫，灭尽头的众生都是登地菩萨。那你看他排队了嘛？就像我们排队即将成佛的人，一直排队那里，所以排队的人都是一个登地菩萨。那达到了实地的时候，他即将成佛，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他的所因。我们用词遣词上这么说的，但是所依就是身体嘛，知道吧？所以呢，灭尽头众生的菩萨的所因上才能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讲的释迦牟尼佛也是于色界定正敬畏，就是灭尽头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地方，他就是即将成佛的，对，他得到了就是遍知一切的果位，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呢？你看，众得究竟无余等。那所以呢？众究竟等无余等是什么呢？达到了实地的菩萨的境界的时候，确实是他的功德无与伦比的，知道吧？尤其是达到佛的境界的话，那就是远离一切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功德。就近的，所以呢，这个众得究竟无余等，就是应该是佛的功德，
对，实地就是转入到佛地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功德就是无与伦比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意思啊，无与等，你看跟他一样的平等的这种功德根本没有的，所有的功德当中最殊胜的最究竟的就是佛的功德，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讲，譬如月光于好尽虚空中能照耀一切众生，这是一个比喻嘛。汝是宜得到十十地菩萨心智菩萨，那得到了以及得到了十地菩萨境界的这样的菩萨的菩萨心的心智菩萨，得到了这样的菩萨心的一个菩萨的话，尽智能障佛法智黑暗，那尽智就是他清净对智，就是个尽智。比如说尽智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进化，有的时候尽智，治疗的治嘛。比如说我举例来讲，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很多的烦恼，有挂碍嘛，忧愁嘛，不愉快嘛，对不对？这种的是偶尔透由非理作用的妄念所产生的一种情绪。如果你就是正确的角度，透由正确的角度来去不断的思维好好的话，我们平常讲化解，知道吧？心中慢慢消失了，这是可以做得到的，知道吧？其实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这是我们课堂上常常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的话情绪是很复杂的，知道吧？我们一句讽刺的语言也是忍不下来的，知道吧？针对跟你讲的一些的讽刺的言语的话，马上就恼羞成怒啊，不高兴啊，知道吧？那你看这关于这个部分没有改善的话，那你没办法结束了自己挂碍忧愁，知道吧？这是我们就是货比三家不吃亏，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吧，对不对？我怀着什么样的心态才是让我开心的，我想什么样子的思维，知道吧，让自己比较舒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关于这个部分上传一下，知道吧？比如说我去聊一下你对我讲一些讽刺的言语，那我忍下来我损失了什么？我们绝对没有想，我看起来损失很大的感觉，对不对？马上就一定要报答，对，报仇的感觉。其实这个是一般人的情绪，就是这个。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内在思想就是一定要调整，一定要改善嘛。那你这看我们就是多多少少说比以前好很多，以前我就是一句话恼羞成怒，马上就动不动就生气啊，知道吧？后来我经过学习佛法，慢慢慢慢就是情绪负面的情绪越来越少，那现在我不容易起这种的嗔恚或者是一个负面的情绪，不管是注意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讽刺的言语也好，刺耳也好也好，哎，不容易起我的烦恼。这样的话，就是某些程度上来讲的话，净化、净智内在的负面的情绪，就是有这种的。比如说我们洗锅子一样的，先你就是锅子里面煮一个菜嘛，对不对？那你锅子上有油啊，什么什么的污垢都有，那你就是洗一洗，洗衣机来那个洗一洗干净了以后，拥有的过坏就是清净了，这个过程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净智，知道吧？同样的，我们内心有不同不好的想法太多了，对不对？随机随人的这种的想法太多了，平常我们讲随人利己，但是我们利己不多了，反正就是随人随害的随机的这种思想就是太多了。那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想，你看佛菩萨一直不断的叮咛强调的就是什么呢？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过生活，你这么笨
知道吧？你既然是明明追求幸福快乐，你自己不会追啊，知道吧？你一旦就是由于一些的理由来让自己恼羞成怒，让自己不高兴，那你怎么能够得到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呢？这很奇怪，人就是这样的。那比较擅长菩萨他们的话，刚才讲的世间所谓的一切的灾难，相对菩萨而言就是一个如宝藏一般的，其实这个有道理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把逆缘转换成道用，其实这个也有道理的，知道吧？你接不接痛苦的因素是权力在你的手上吗？我们平常就是一直就是拉回来自己让自己产生烦恼的因素，知道吧？让自己不高兴。那所以休息就是从那里开始下手，慢慢慢慢的去是调伏自己的情绪，这样的你人生有过生活当中也有就是价值，有意思嘛。不然的话就是反正就是制造出来很多的麻烦。其实过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一定要知道一下，知道吧？知道了以后就是尽量去做吧，你能做到多少就多少，不要说我就像一下子立刻就像菩萨一样的，我希望能够做得到，这谁也做不到了，知道吧？菩萨他们以前一开始就立刻就能做到这样的吗？绝对不是。如果你立刻就这样的能够做到的话，那我们玄宗不会讲说成佛必须要离弃三大二十七劫之量，知道吧？不需要啊，原因是什么？立刻就可以成佛，这不是现实。相对我们反复的情绪来讲的话，不大现实的。我们一点一点一滴，慢慢的就是调伏、进化，这样子比较适合的。哦，所以呢，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像清寂的虚空，夜光，那个照射到、照耀到一切众生，就是这个。如是已得实地菩萨、心智菩萨静智的时候，他能障，知道吧？静智什么？静智障碍嘛，障就是这个，障这个障是障碍。静智能障，佛智黑暗。你看，如果尽量就是静智能成佛的障碍，简单来讲，它就像是黑暗一般的，对不对？好，再来，了知自身能得成佛，佛法，你看，他知道他自身就是能得到成佛，哎，他就是努力的话，他即将就是不久就是能成佛，能断除成佛的障碍，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样的了解的时候，于能生实力佛地至佛前实地时，你看，他你现在我们安住于实地，你也看到了，即将我们得到了佛的不共的实力，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个时候未得佛地故，对，为了得到佛地故，复更精修，哦，精修，哦，勤修行。复更就是再一再的，更加的努力去修行，就是这个。好，勤修行。尔是世尊曰，那这个世尊曰就是藏文里面没有，不知道他怎么翻译的。好，所以这个没有啊，没有问题。这里讲到就是如为于色界敌魔，哦，显所落天宫，他的意思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他在那个色界敌魔
悉娑罗天宫，就是一个密耶净土，这个是密耶净土，圆满报身的净土，就是这个。在圆满报身的净土，释迦牟尼佛也是在密耶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所依上证得最极尽的极尽无上智慧。对，他们在密耶净土的所依，这个所依上能得到无上证得觉佛果，就是这个意思。那他也是这样的成佛的话，那更不用说我们，我们也是如此。次为一切功德皆得到究竟，那个时候成佛的那一刻，那所以你一切的功德都是达到了究竟的。达到究竟是什么？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功德，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功德。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这个究竟，对，皆到究竟，对。OK， 一四住等一切的功德，那四住等，这个四住是什么呢？是一念住等一切功德，念住那个三十集菩提佛法。三世纪菩提分法的开头的四念住嘛，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这个身念住等，所以呢，哦，三世纪菩提分法的功德，一切的功德，好，至此为极最甚灭故，那都是达到了一个究竟啊，反正就是这个，次至复无余等。对，再一次的所得到的智慧，复无余等，没有任何的功德来相比的，就是这个，不可能和其他的功德相提并论的。对，就是这个是说，它完全凸显出来嘛，对不对？达到佛地之前，达到佛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也是我跟你要讲一下，是念住，知道吧？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这些三十七菩提分法都是大小乘共同所修的道。那你学那个学习的过程，未证菩提之前，一直不断的串习这种的道，达到了佛地之后，还是三十七菩提分法存在的。这个三十七菩提分法培养到无上究竟的果位，它还是佛相续具有的三十七菩提分法，是功德无量嘛，没有比跟相同的一个功德，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当扑散反复的时候修菩提心嘛，知道吧？大悲心跟菩提心。那你达到了登地菩萨的时候，还是继续修菩提心跟大悲心嘛，知道吧？那你达到了佛果的时候，还是大悲心、菩提心依然存在啊，知道吧？所以呢，众生当下所修的菩提心跟大悲心，跟达到佛地之后的菩提心与大悲心是功德完全没办法相提并论的，知道吧？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众生的当下。大悲心跟菩提心，大悲心的话，它能不能通达空性？不可能的。十地菩萨的大悲心、菩提心都无法通达空性的。达到佛地的时候，大悲心跟菩提心都是一刹那间通达一切法，对不对？不只是空性而已，一刹那间，佛的大悲心就是通达一切的法，就是差别多大。就是众生的当下，菩提心跟空那个大悲心，全部能通达空性的。成佛之后，那大悲心、菩提心都是一样的，一刹那间，对于一切法都是明察秋毫的。就是，平常我们就是赞叹佛的时候，一切法，如同在自己手心里的阿摩勒果一般的，
清清楚楚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嘛。对，好，就是这个。那慈为一切功德皆好道究竟，以念住等一切功德至次为极殊胜妙故，最殊胜的次至复无余等，以无同次者故，没有这个相通的这种相通的故功德，绝对没有。而更无过善，更无过善者，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对，就是这个意思。以成佛 ，OK， 以成佛后，你看，第一个是他在密业净土圆满报身的形象而成佛的。那成佛了之后呢，后世现成佛者，你看，后来他就是化成很多的，实现了很多。比如说，一开始你圆满报身的形象成佛的那一刻，既然我们可以说他形象是圆满报身，但是四生果是四生是同时得到的。四生什么？圆满报身、化身、法身、智慧法身。那自性清净法身，对，就是究竟涅槃嘛。这个四生就是同时得到的，但是他成佛者一开始就是圆满报身的形象而成佛。那成佛了之后呢？那就是他实现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实现了圆满报身形象，有的时候实现了比丘，就像释迦牟尼佛样子，就是这个，知道吧？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化身嘛，对，他一开始成佛的时候一定要在密野净土圆满报身的形象而成佛的，成佛了之后，那实现了各种各样的，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他实现了各种各样的化身。那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圆满报身的化身，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了，知道吧？那所以呢，这个你看，以成佛后实现成佛者，则欲界生亦可。你看欲界，再来就欲界生亦可，此是波罗蜜多大乘归。这个波罗蜜多大乘归的意思是什么？当然是入众论跟密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知道吧？入众论是波罗蜜乘，纯粹的一个波罗蜜乘的教典。它密乘归的意思是什么呢？大乘归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前面讲的，不管是谁，将来你成佛，过去的成佛也好，将来会成佛者，正在成佛的人，都是必须要经过。所以呢，密业净土的圆满报身的形象而成佛，成佛了之后，他可以实现了各种各样的形象，化身也好，不管是怎么样好，都可以的，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次世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大乘规，这个是一个显著的规定了。他显宗的规定是什么？我们听到了什么样的呢？那密乘就是我们欲界的，所以呢，完全是一个六根俱全的一个欲界的人，是修密乘的最好的所因嘛。那如果你今生未入道者一个凡夫的话，你好好去修密乘的话，今生就成佛了。密乘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存在，密乘道次第有这样的能力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容器是不适合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就是密乘当中讲的，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贤中波罗蜜多所讲的这些的道次第，都是一个共同前徙、共同前徙道、共同加行道，类似这个意思。原因是什么呢？你后面修密乘的道次第，想要希望能够顺利完成的话，必须要前面修波罗蜜乘所到之地一定要修好，
这个上面才可以修灭车那个金刚尺的到此地的话，那才能有结果的。那现在我们就是颠倒了，知道吧？其实这个坦白讲的话，有些的时候在西藏佛法太兴盛了，太兴盛所以的颠倒了嘛，对不对？颠倒是什么意思呢？一开始就接触密法，根本没有显宗的这个波罗蜜称的这个学佛，没有教典，没有学好，一开始接触密法，接受灌顶，那灌顶多了，那犯戒多了，不能熟三昧耶。那你看，你真正的看密称的道次的规范，所以这个里面看三昧耶真的很恐怖的，我不骗你们，知道吧？那你看，我们都不知道啊。也许这个世间就是五浊恶世颠倒了，应该是先教波罗蜜称，再来引导很好容器比较成熟的话语，引进到就是一个密法，知道吧？那你看，不仅仅是受灌顶者自己，传授灌顶的人，如果你不成熟器皿，这样的容器者，你就是跟他讲密称的道次第，你教什么灌顶的话，你自己传授者自己就是你造了那个下地狱的业嘛，这是好恐怖啊，知道吧？那剩下的我们大部分人真不知道啊，这个规范。其实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里面讲的也是宗大师讲的解释当中，这个也有道理。他说这是波罗蜜多称大乘规，对这个规定嘛。那密法的话不是这样子，密法他有能力，他真的有密法道次第的话，他真的有谨慎成佛的能力。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是容器是不。容器不结啊，所以呢，这个道次第对这个容器上面倒起了进来就不适合的，知道吧？那我们平时一般人的话，就是好逸恶劳。我之前也是跟你们讲过嘛，我们人很奇怪的，就是一直想人家传说中告诉你说啊，这个是加持力很高，这个是好，你就是做的话，就是得的马上就得到了什么，你马上就变成怎么样的话。那就是马上就想要接触，马上就做一做，做的对也好，不对也好，你根本搞不清楚。一段时间你就是完全缠在这个地方，久而久之之后，问题依然存在，才开始就产生怀疑，没有用了，时间大部分已经过去了，知道吧？对，之前也是我跟课堂上讲过了。我们问题在哪里？其实这个时候问题太多了。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我今天传授灌顶，灌顶什么样的本尊，那应该我跟你们清楚讲，今天传了一个大卫的金刚的灌顶，这个灌顶的上曼也什么，你如果你受了以后不遵守的话，犯戒的话，你就是造了什么样的业，这是一定要清清楚楚讲。这样的话受那个灌顶者一定要自己思想嘛，我能不能守？哎，这个我不能守的话，你最好就不要接触嘛。那现在的伪宣广告都不会写啊，坏的都不写啊，不然的话就是没有人来那个受灌顶嘛。那来受灌顶的人越来越少的话，那自己红包越来越少，知道吧？那变成就是叫做就是佛法就变成商业化，这是很离谱的。那你看实话讲的话刺耳嘛，实话是很多人不喜欢听，但是喜欢听不喜欢听也没有问题，我也针对没有一个人讲的，我是实话，这个问题存在的，知道吧？你想想看，多少的那个素食餐厅的门口贴了多少的伪宣广告，这个里面都是功德无量，不可想象，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讲说你不遵守灌顶，你就是有什么，一句话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不对的，知道吧？先真的你逗别人帮助别人的话，你不要考虑这些的，知道吧？
对，你想要真的想要帮助别人、帮助他人，希望能够所有的人得到一切的幸福快乐的话，你不要马上就想到就是联想到自己的红包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话离谱的吧，知道吧？那所以呢，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你看传授灌顶之前一定要他的前提，前提需要什么？你自己从方面具备的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受灌顶？你受灌顶了之后，能不能守这个三满业？不能守的话，他往往超越了显宗的破戒，非常严重的，知道吧？那你看，我们只是看，哎呦，修密法很快啊，即将成佛啊，对不对？你看到你好的东西都要的，那人家也不告诉你，不是不能守灌顶的话，你就是犯下了什么样滔天大罪，没有加上你也不知道。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了，刚才讲的。所以贤宗所讲的道之地，你就是按部就班的去实修，尽量的这样的话，有生之年自己知道。哎，应该说我各方面几乎都，我就现在受灌顶修密法的话，应该可以的，我能遵守，对不对？本尊的三万也，这样的话你去受灌顶修更好的，你只是看他的利益，知道吧？好，那你看，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个方面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那个爸爸有一个爸爸或者夫妻，他有一个儿子，儿子是年幼的。那儿子跟爸爸说：“爸爸，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他问爸爸，爸爸没有回答，说他有家里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是有点好的石头。那这个石头放在儿子的手上，叫他去菜市场，菜市场，对不对？那你去叫他去菜市场去，人家问你说这个是卖吗？要，那多少的时候你不要讲，所以这样就可以了。那带到就是菜市场去，菜市场老板说：“哎，这个是好可爱的石头，要不要卖？”他说要，多少？他说两次，哎，200块吗？他没有回答，就带回家。那爸爸问他说，他说什么？他说是200块吗？那没有问题了，你不要理他，又跑到你应该是那个博物馆去，让他去博物馆，知道吧？到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的老板说：“哎，这个石头你要卖吗？”他说要，多少？又就是两尺，就是立起来。这个博物馆老板动不动马上就说：“哎，是2000块吗？”又没有回答，就是回来。他说，博物馆的老板说2000块。好，他再爸爸叫他去那个古武的那个石头啊，跟玉啊或者钻石这些的卖的这个地方，对，古董店，那里叫他去，那里去的话，那个老板问他说：“哎，这个石头很稀有，要不要卖？”他说要，多少？他就是立起两尺嘛。那老板说：“是不是20万？”对，那回来爸爸说：“哎，他就是给20万。”那爸爸跟他说。对，人生价值就这个。你自己人生，你用在哪里，就有不同的价值。你只是一个这用在这样的不好的地方的话，你的价值就没有了。用在不好的地方的话，你的价值就升高了，知道吧？没有一定的量，是说这个一定的没有吗？都是没有与决定的，知道吗？那我们就是一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什么？其实我们不要歧视自己。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哎呀，我是疾病的人。”其实不是。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价值就是你过生活当中，自己永远都是心安理得，
过得非常幸福，知道吧？那一直感觉到幸福快乐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话，那你人生用的地方没有错的，知道吧？那人生过过生活当中还是一直不断的产生了怪忧愁痛苦，这样的话没什么价值的，其实没什么价值的。所以那个是需要一些的调节，用什么样的条件来把自己的人生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才有价值，知道吧？其实价值那个价值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们怎么去看的？东西的话成本，知道吧？哎，成本很高，我们说价值很高。那我们人生人的价值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衡量？一定要幸福快乐来衡量，不然的话没有什么的，对不对？大概类似这样的一般的。所以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人生，那你能活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活一天也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做有意义的事情吧，对不对？所以呢，开心快乐的过生活才有意义的。其实我们现在年龄越来越增加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的。年幼的时候体会不到，原因是什么？他们的想法跟年长者的想法不一样的，这是年龄的关系了，不是一个休息不同的关系，知道吧？对，他们觉得是我的人生还是有很漫长的，所以他们心里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计划，他有就是出来没有做过的，出来没有想过的，弄过的，还是有他脑子里面一直排队想要做很多事情。那我们就是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经历越来越多，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尝试了很多世间的事情，几乎都我们领受到了，其实还是不能得到我自己的期许，或者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才能我们想起来，哎，应该是不是我人生追求的方式，应该不是这样，我们才醒过来的。那你看现在我们这样的醒过来之后，你告诉做梦的人，他听不进去了，他还是正在做梦，知道吗？做梦就是梦啊，梦永远不可能成真的，梦就是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段时间浪费了很多时间嘛。对，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自己的小满人生用在好的地方，知道吧？其实那个我们好，我不知道大部分人就是想什么。比如说我自己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些的，到了一些的几级之处，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公园听到一些鸟类的叫声，看到一些的水池嘛，水潭，还有看到一些莲花树各种的花朵，那你轻轻的走进去，对不对？穿了一个舒适的一个衣服，那我们不追求昂贵名牌，知道吧？我知道衣服是什么作用的，食物是它的作用是什么，让我吃饱一样够就好了，这样的一个心灵简朴的一个心态，那你过生活的时候，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就幸福的，知道吧？那当然是这个想法是我刚才前面讲的，不幸福的主要的原因都是我们的由那个非礼作揖妄念来捏造出来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知道吧？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大部分人没办法得到了幸福，就是这个得到了一阵子，偶尔还是就是永和都是情绪都是低落啊，不愉快啊，知道吧？这何必？我们都有能力的创造自己幸福的一个世界，确实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但是你没有适当的去使用它的话，它的能力不能展现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如果你知道怎么去发挥，怎么去思想，知道的话，那就很好。对，所以呢，学佛的功劳不仅仅是我们幸福的生活局限于这个佛地或者是菩萨的境界，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就好好的去思维，知道吧？对，学到的佛法的知识跟逻辑放在心里不断的发挥的话，就生活当中就会出现了，实现了你的梦想，就这个。好，那再来这里，容器有意，空无别，诸法虽别系无差。好，是故正知同一位，妙之刹那达所知。那你看这里讲到的就是一个佛地，平常我们讲遍知一切，知道吧？所以佛的智慧叫一个名字，一切智，一切智。好，那遍知一切的智，还有一切相智，有很多的名字，知道吧？有些时候简单的讲遍知，这个都是一个佛的佛智的一个名字，不同的名字。好，那个阶段，这个阶段讲的就是说，容器有意，空无别。那你看，我们一般来讲，盘子也好，瓶子也好，现在我们容器很多嘛，知道吧？容器就是我们现在的所用的盘子啊、瓶子啊，对不对？那现在就是我们各种各样都有了，太多了，知道吧？这些都是容器有意，就是他们的本质体质来讲的话，一定有差别了。各种不同的容器都存在的。好，但是容器当中的空的话，都一样的，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表面上，瓶子也好，还有就是水盆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这个都是一个容器。外面它的颜色形状都不一样的，各种各样都有了，但是空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的，空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空无差别，就是这个。那你看，诸法虽别，你看诸法虽别，诸法就是常法、无常法，无常法里面有色法、四声相味触法，知道吧？还有就不相异习，反正就是物质都有了，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都是不同的，都有。诸法虽别，就是有差别的。性无差，这个性是什么？空性。一切法无自性空，是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无自性空，知道吧？很有趣吧？好，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思想，确实非常好的。其实我们这些的教育是我们世界的知识上我们学不到的，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逻辑跟哲学是完全是吻合的，知道吧？怎么样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世界的角度来去思维的话，世界的脑子里面应该没有那么维系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从佛法的哲学逻辑角度来推理的话，不管是你什么样的人的面前你讲这样的话，绝对会大多数的正常的人的话，大家都就是点头嘛，这是认可的。哇，很有道理，就是这个。那所以诸法虽别，系无差。系，这个性就是空性的意思。一切法究竟的性是什么？究竟的寂的体性就是空性啊，无自性啊。本来就是你也无自性，我也无自性，我们两个的无自性没有差别啊，哪里有差别？知道吧？无自性本身是没有形状、没有颜色，它是一个一切法都无自性空，无自性之空，这个空是都是一样的，知道吧？就是这个。好，性无差，是故正知同一位。所以呢，
正知就是佛正确的通达，通一位就是什么？只有一位，没有异位，知道吧？法位，比如说我们味道，它形容词来讲，味就是只有你从哪一个角度来闻，都是味道是一样的，没什么不同的味道。所以呢，正通就是它完全正知，就是无有颠倒的两知了知，一切法都是同一个味道，同味，知道吧？无自性，这个代表是无自性，它通达了，一刹那间通达了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这个意思。那一切法无自性是说同味的，没有什么异味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一切法的无自性都是只有一味而已啊，就是这个。好，味。妙知，所以这个妙知，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智慧，刹那达所知。你看，刹那间就是很短的一刹那间，一切法的无自性就能了知，而且一切法无自性，他就能了解说一味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你看，我们这样的，我们讲的时候。前面讲的嘛，第六篇当中提到的，十六空、十八空，知道吧？十八空讲的话，你看，空空空后面加了一个空，主要它基础不同的，这个是佛在《般若经》当中讲的，知道吧？那所以这个里面基础不同，上面的空有加了一个不同的名字，外空、内空、内外二指空。空空，你看，知道吧？那讲了这些的都是后面讲，其实这个先让你了解十八空，十八空的基础涵盖了所有一切法，你知道，知道吧？那你看一切法的无自性是同味，只有一个味道，就是这个。那所以呢，佛一刹那间通达了一切法无自性。同位的，就这个我们一般人终身无法得到的所知，就是这个。好，那再来，如就像拼盘的器，对，容器嘛，虽有五量差别，那我们就是五量的差别了，本质啊，什么什么各种颜色啊，形状啊，各种方面来去看的话，有差别，无量的差别。然片于一切器皿至虚空，你看，片于一切的器皿是什么？这个空是无所不在的，一切器皿都有空，所以呢，空就是片于一切器皿嘛。这个话的一个论述，讲话的方式。你看，然片于一切器皿，至虚空，同是，同样的，是什么？它牵除了什么呢？牵除障碍之所显故。对，空就是消除了空的想法，阻碍嘛，对不对？它空是一样的，比如说它主要的空都是一样的，它能消除它的想法，阻碍。好，无与差别。那你看，空就是遮止、阻碍，这个空是同样的，无与差别，没有任何的差别。如是，色受得法从因缘生。你看，色欲、受欲、想欲、行欲、识欲。我们无欲的开始去看的时候，一切法都是依靠因缘而产生事，知道吧？那依靠因缘而产生者的话，那你看每一个他们因缘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所产生的形象、颜色、形状，知道吧？所以呢，物质、心法不相一些各不同的，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你看，
虽有无量差别不同，对，他们都是虽有无量差别不同，然彼等上，但是彼彼这种的一个法上面的自系不生至真实义，你看一派一切法自系不生，自系不灭，自系不垢，自系不减，这些自系空的这个就是没有不同的，都是一样的，知道吧？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自系不生至真实义，真实义是空性的意思，知道吧？真实义、真如，还有法性、法见、法因、究竟实相，都是空性的不同的词，非常多的，啊，就是这个真实义，则无少许差异。你看，则无少许，一点点差别都没有了，一点点差距都没有了，都是一样的。是故，当至此真实义，唯是一位。你看，这些一切法的空，自系空，都是一位的。此一位真实义，唯一刹那至而证了之，故免至世尊一刹那起证得通达一切所知至灭智也。你看，释迦牟尼佛遍知一刹那的遍知一切的智，就能通达一切的法，就是这个。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回向一下：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性，降伏烦恼业敌之过患，生老病死逍遥之菩萨，愿度众生解脱轮回。好。